带了一个小的行李箱，然后带了一个小背包，就这样出发。现在有8点多的飞机票，现在是4点半，过去一个小时的路程，挺快的。现在开着车，然后前往那个宁波的丽色机场。风雨交加，我要准备走了，跟嘉明他们说拜拜。自己提着行李箱，溜溜球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嘉明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进来了，我们现在先去领票，8点钟的机票，然后去成都，我就住在机场边就好了，因为明天早上8点钟的机票啊，西瓜订的机票好早，我明天得6点钟就得起床，所以只能住在机场边。我也得裂开。好了，领好了，8点几分呢？我看一下，哎，也没写时间啊。好像是8:05，我记得8:05，现在还早嘞，现在才6:10。哎呦，太早了吧！我一直在那边吹。我进去吧，进去吃个晚饭吧。先吃饭，点了一份拌面，这边红烧牛肉面，点了杯烤肉，点了个拌面。本来想吃肯德基的，但是发现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就算了。这边飞过去好远，3个小时。拌面套餐是吧？对对。还有别的没上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吃完赶紧溜溜球，去躺在座椅上休息一下。哇，我8点多，这边过去要3个小时。我等等，先把酒店订好，就订在机场边上，最好有那种可以专车接送的那种，就方便一点，就省得明天早上又自己打的，万一打不到就尴尬了。开吃。哦，已经等穿等了好久，应该快要登机了。我已经把酒店订好了，然后酒店的是有接机服务的，等我下了飞机就会有人来接我。明天呢也可以把我送到机场，方便一点。我选的位置特别好，49A， 看是坐在这个安全门这边的，前面还没有位置挡着我，比较舒服一点。We keep holding on for nothing. We both know we pretend we should go, but we keep trying to find a reason why we can't move on. I think we're scared to be alone. We had our times, but now I know that they are gone. Wonder how it feels to fall asleep and love the one that's next to me. I don't know why I'm stuck around with you.晚上11点，现在刚刚下飞机，酒店的人也在等我，已经在等我们了，车没走。好了，我现在在这边等酒店的车过来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没想到成都跟我老家一样啊，都在下雨。我这天气像极了，好吧，像极了，无缝衔接，感觉这个感觉无缝衔接没差别。酒店来了，酒。这酒店离机场近了，是吧？哦，9公里，我明天还得来机场。哦，我经过了一天的疲惫，怎么现在终于到酒店了？买了一个重庆老酸奶。这边离机场9公里，不远不近嘛，就是到的点有点尴尬，12点了，明天8点钟的飞机，那我得起多早呀？7:33。728，是那边。看，房间那老大，还可以，挺不错的。不做视频了，休息了。窗帘打开。哎，疲惫。算了，关上了，窗帘关上了，关上，洗个澡，然后躺床上直接睡了，因为明天
好，明天还得赶路，还得赶路。看一下洗手间，挺干净的，还可以。晚安，孤男。